的人，互党部安尼抹黑。你是看到鬼啊呀！嘉义市立委王美惠被自家人点名，三四月动员上千人入党，还拉黑道填表，绝对无的代志，袂使一块白布你敢乌。他即摆话讲，我咧饲乌道的叫乌道的家己吧。点名王美惠的是自家民进党嘉义市党部，因为推荐黑二代填表的是王美惠服务处的干部，有首席顾问、司机助理跟里长。三四月送件1138件，就连萧家班大哥级的黑二代也申请加入民进党。我们的确有发现这方面的资料，疑似就是黑二代的部长申请表里面同一支电话等于20多个人。被自家人抹黑，王美惠火大了，脸书贴文反击市党部，批评市党部堕落成家族化企业，害得党员凋零，又跟中央唱反调，补选期间扯后腿，这回号召千人入党，就是要市党部体系改革。那个大量的异常入党现象，我有询问到中央党部，跟生人是啥物？会使袂使？伊爱因党部去审核啊。既然你若无爱跟我做朋友，我就无认为你是我。党员送件有疑问，市党部问都没问过王美惠，直接行文党中央，摆明杠上。黑道议题敏感，还被自家人咬上，也难怪王美惠火大摊牌。记者侯国林智慧加以报道。